来，牧师们，来一个举得最快的，来，我们请牧师们帮我们来一个。前面这个小朋友，来，大声大声讲出来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教一个什么教会？好，拍手，拍手。好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的主讲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来一个举得最快，来，我们请牧师们把麦克风拿过去，那个举得最快的那个人身上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他来回答。好，我们今天是讲马丁，好，拍手答对了，好，我们给他鼓励。好，今天呢，马丁在戏中他有帮助啊四种人。好，第一个他帮助的是谁？来，谁举手举得最快的？来，我们请公司来。好，清大夫，好，我们拍手哈，恭喜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分出了一点。当那个马丁很期待说，为什么上帝没有到我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跟他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接待谁，就等于是接待上帝。来，有谁知道？好，来，那个小朋友。举得最快了，好，也算对了，就是接待那个需要帮助的人。刚刚后面有一个那个爸爸，爸爸有举手，我们请那个后面的爸爸也来回答一下。来，对，就是这个爸爸，来，我们给他回答一下。好，最危险的人，答对了，我们拍手。好。在摸彩之前，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那个陈怡贞议员来到我们当中，是不是？我们邀请陈怡贞议员来到我们当中，为我们讲几句祝福的话。谢谢我们的牧师哈，还有我们所有三一教会哈，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哈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到这边，那也代表姐姐婷飞跟大家问好。那今天是平安夜快要，圣诞节快要到了哈，我们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也祝福今天圣诞晚会非常的圆满成功。那也欢迎不管是牧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，都可以跟我们反映哈。怡贞跟婷飞都会尽全力协助大家。那再一次祝福今天圣诞晚会圆满成功，现场每个好朋友圣诞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那个服务处有提供礼物给我们，所以是这个礼物，我们请那个议员来抽那个我们服务处有提供的那个两份礼物，我们请那个。一眼来，郭彩来，把它练出。张俊迪，好，张俊迪先生，我们在我们当中，有没有在我们当中，我是已经离开了，然后离开了，没有，我没有在这边，好，来，我们拍手。来，张俊迪，好。准备好好，我们拍手哈，来，恭喜那个自己，我自己得到我们司仪人的礼物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还有一个来，蔡忠诚，好，蔡忠诚。谢谢那个陈议员哈，今天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拍手谢谢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哈，我们看到那个我们郑心里的那个大家长哈，里长他有派他的助理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郑州邀请他的助理为我们抽里长奖，好，来我们请那个我们的助理来帮我们抽那个里长奖。拍手，拍手，恭喜下一届叶神啊，我们的第一
好，我们助理的班长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，我们谢谢助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我们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那个引导主持人，接下来继续摸彩。对，接下来一样是继续我们的摸彩时间，对，继续我们的什么活动？传爱的活动哦。那三个抽奖跟。